今天还是跟下视频。中国的东西，但我不记得那边什么。好，来吧，大概看一下，给老铁们瞅瞅你里边是买的啥。这个国内他喜欢这个工作。来吧，你拿里边是啥呀？对，绿的东西。绿的东西，那个也是绿的东西。牙刷。牙刷，这是等于牙刷。牙刷，喂，不拉圾呀。这是小老二的，是给丽娜女士买的这一身小裙子。哎呀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这小怎么不飞呢？他说咱们不飞呢。老公啊，我看中国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了，现在做的非常好。对，价格还好。你看，还有那个汽车，还有手机，还有电子产品，对呀，很好的。现在真的是很受欢迎，以后都知道娜娜是中国人。为啥？因为这个。对，在上学的时候老大就拿着这个去呗。对，整个学校都知道她是中国小女孩。这都是上学的东西呗。对，马上开学了，都给她买好了。然后你看这么多，买了笔是吧？省了不少钱。但是最重要不是这个，老公最重要是他有的东西和他同学们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喜欢这样，就他有别人都没有，他就喜欢这样。